祖先的前辈，进前嘛做过咱的考试院的院长，咱用一个婆婆声来欢迎咱的姚嘉文姚院长。啊，各位台湾国民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一个话未使签啦，绝对未使签，咱得反对到底。中国咧讲，讲来一个话签了是台湾行向，甲中国统一的一大步，人讲足清楚。台湾嘛足侪人，国民党内底的人咧讲，讲马英九签一个话目的就是要终结统一，终极统一。其实马英九倒无咧管伊失业的问题、关税的问题。限制的兴趣，台湾签一个法以后，对台湾的经济好歹，不是马英九的关心，伊是关心啊，这是不是走向终极统一、终极统一的一步，足清楚。所以一只嘛无必要想，甲马英九迄边咧辩讲一个法了以后，经济一定是歹，咱知影，唔免想伫遐咧辩。咱最爱关心的是台湾的主权会失去。台湾人为着台湾的主权努力艰苦，民主进步党伫1987、1988，伫江平建主席、伫我做主席的中间，伊咧推动台湾主权独立。江省改以后，佫推动台湾共和国的追求。咱有台湾共和国的宪法嘛定好，所以咱拼艰苦20几年，甚至到今仔日。台湾的社会支持台湾建国的声音超过60%以上，支持台湾独立建国的主张愈来愈多。在这时阵，咱绝对无容忍马英九王一个人，伊伫遐想要将台湾的主权出卖予中国。马英九虽然唔敢公开讲，但是因的人，国民党内部的人公开嘛好，私下嘛讲。马英九的兴趣是要将台湾赶紧一日送予中国，甚至已经公开讲台湾甲中国是同一国家，台湾甲中国无国籍的无共款，台湾人甲中国人无国籍的无共款，只有户籍无共款，人讲足清楚。所以遮，咱来反对一个话，毋是干呐为着经济问题，毋是干呐为着失业问题。是为着台湾，会搁中国吞去的问题。一旦台湾被中国吞去，毋是干呐失业问题，毋是干呐经济问题，毋是干呐关税问题，台湾就非常的凄惨。有一个日本的教授讲，恁台湾人毋免惊别项，干呐惊中国的大量的人搬来台湾住，恁就受不了。你要看西藏的经验、新疆的经验，因遐已经偌济西藏的人口。西藏地区的人口，中国人比西藏人即摆较侪，大量的中国人搬去新疆，新疆的人伊嘛是受不了。台湾来反而做代志，所以是全力反对一个话，咱一定要动一个话。哪里咱民主进步党啊，像台湾人长期所要追求的、追求的捍卫主权。建立台湾国这主张，才会当实现哦。咱大家非常辛苦，多谢各位，多谢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姚嘉文啊，咱的科技前院长。三位院长啊，大家吴坤辉主席，各位参加政策的朋友，今日我真欢喜，伫公园有机会和各位来遮静坐。来要求一个挖起的，都爱来公道。回想过去，咱台湾人无论伫全世界无发言权，伫台湾内部也是完全无发言权。迄当时就是讲四五十当前，台湾人要主张台湾的将来爱用公道，用这公道来解决。迄个时阵，伫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这款言论非常受气。讲你话讲台湾要决定台湾的将来的时阵，都要或者
台湾人决定，这款就是完全以小错的台独分子的主张。到迄时阵，北京政府也咧讲，讲台湾无所谓台湾人啦，伫台湾遮人也是拢是中国人，所以台湾完全无迄个公道的必要。我伫遮爱讲，就是讲，无论中国国民党也好，中国共产党的政府也好，伊咧反对台湾人的公道，这是已经五十年前伊就开始咧反对，反对到今仔日还咧反对。但是因为伊咧反对，咱就爱提倡吼，因为公道就是表示讲，咱2300万的人，这人将家己意识来表现出来。我会记起五六年前的吼，迄当时伫咧立法院委员的选举时阵，台联党咧发公道啊。哦，哎，声势就好起来咧。迄当时啊咧，看了到咧选举咧对对对带人遐去。讲较实咧咧，迄阵民进党结果唔捌咧发着吼，向向伊也去发起公道，所以两党咧两个抢公道，抢一个到一个，迄带人叫抬到火啊金金头，那时候差不多要消失去。我实是怨叹，我在讲两个政党。拢说是台湾人的政党，应该来充分合作，合作竞争中的合作，带两党拢会进步，会发达，啊，才超过台湾的半数。但是结局，五六年前的时阵是，咱无看到这款合作的气氛。但是今仔日甲看咧，大家有看到无？民进党的党主席，甲台联党的党主席坐做伙。在推杀同款的这目标，台湾哦，这会阁发起，阁爱公投哦，两党充分合作，两个党主席坐做伙，在讲同款话，这款情况是会当让恁大家感动啊，流目屎，真正哦。啊，而且这回咱看公投的过程是咱民进党先发动，但是国民党阿爸这个。你死落去，应该若较是干呐一党的时阵，诶，台湾党的时阵哦，民进党伊就你死去啊。但是迄阵台联党是接起来，只要搁咧办即公投吼，即会搁发起要公投，会当安尼就是讲两党充分合作的成果。所以即款就是表示讲台湾人其实是一种进步啦，爱说讲咱若要人生要过进吼，加活几日来也袂歹。啊，会当看到咱台湾人个充分的合作的气氛啦！哦，感谢啦，我感谢两党的同志，感谢，多谢。